老板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叔叔你好。买点古董金吗？买古董给我。啊，好，可以啊，欢迎啊。看见了好多鞋匠。哦，去了好多鞋匠，这么多啊？嗯。哦，我先看一下。好东西，这个好东西。好东西啊，这个。嗯。就是这个世界是吧？嗯。哦，我看一下啊。这个是个盘子是吧？看起来好多鞋匠。这是釉里红的，宋代釉里红的喜上眉销。开片大盘子啊，这个下面是七丁烧制的，一般是五丁啊，这个大的因为它大就所以就七丁烧制的一本一个开片的大盘子啊，这个开片很自然的啊，看一下它有没有别的毛病吗？没有啊，这个上面有一些痕迹，都是以前用来做那个菜的，炒菜做菜的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有点红的。我的不熟的，炒菜的我保存在那边。哦好，这个是前三清的一个烂盘子，这个地方都烂了啊。但是它大，因为它有二十多，标准大的比较稀少，但是这个破损比较严重，价格就没那么高了，不然的话大好几千的东西啊。这下面也有款江西，一年瓷厂啊，这是江西那边最早的一个瓷制那个瓷镍公司啊取产的取品的啊，可惜了这盘子，你看这一边裂开了，这里还用东西修补了一下，因为以前吧一个瓷盘都是用几代的啊，是吧？用了几代了？这一个大一点，这个。这个有26，这个应该只有24，对，24。这是一把壶是吧？是啊。应该是李宁的啊，李宁的瓷，它摸一下就很轻的啊，这种瓷很轻的，很好啊，这把壶。这是盖子，这是描金的。像我的壶啊，壶器是保留下来的。哦，是的，应该这个是50年代的中国李宁瓷，李宁瓷也是我们的国瓷，这上面是碎花啊。碎花是天发的啊，它不是手绘的，它是天发的啊。但是这种壶的话，50年代保存到现在也是比较少、啊。啥不能卖，啥不能卖嘞？舍不得，以前是用来喝茶的啊。然后我看一下这个手绢，这个手绢我就看一下，这是2.0橘子的啊，这是金珀。这是金珀啊，不是琥珀，它比琥珀更加值钱。这是2.0橘子的，里面都是，金光闪闪的啊。这是文玩，很多人喜欢佩戴这种东西，还是算比较完整的。去看你取的多少钱了？好的，我先看一下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8、9、10、11、12克，这是好事成双的意思啊。这四件东西我们算一个平均的价格好吧？像这个手绢贵一些，这个盘子贵一些，但是这个两件的这个只有50年代，这一件就破损了，就便宜一点。我们扯一个平均，给您像这种大概是1000块钱，这个盘子的话我给您这三件就给您1800块钱，2800块钱。出过了这个色我就不要了，因为这里为什么呢？这里有一件它只有50年代，没有到那个清代，没有到民国啊，像这一代到了清代的它已经烂了啊，就是这一代是宋代的好一点，这个金珀也好一点，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文玩的东西，我已经给您出了1000块钱，一起就是1000、3600、1800、2800块钱，是吧？行吧？加点点吗？不能加，就是这样。也可以了，我在那边跟着那边他们拿在他们眼看的，他们只出2600元。我还出的高一点。你要出，你要出的高一点。好，行，那我就省钱给你了啊。没给你啊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你支持啊。你要买出的高一点。感谢了啊，祝你身体健康啊。好好好，